让土耳其特色烤爆把肉卷杀进老外爱吃的葱油饼时，新品的诞生会让老板的激动之情脱口而出。哥，你还债在身吗？债就要我烦你了。你烦、自从上级物业大爷送了一本葵花宝典给烤肉店老板以后，总是称赞此举妙趣横生。哎，继续向上的九阳神功。后来呢？收到了，收来哦。大爷说要我陪他去送书，顺便吃个饭。我说您这样三天两头的去打扰别人，这叫蹬鼻子上脸。你懂个毛？不懂，他怎么知道？自己念的，拿着表扬我。哎，您是一个只为别人着想的人。我好当时。于是我们来到了烤爸爸肉店，老板知道我们又来送书，显得喜出望外。葵花宝典好久要神功学版，我就和别人不一样了。没错，哪座人？阴阳人。老哥配什么菜？葱油饼家里面。老哥葱油饼我没有。我有。老哥酱羊油啥？黄豆酱。我没有我。给你。老哥你没有钱吗？母亲节付什么钱？母亲节为何不付钱？我属你的衣食父母。好吧。算了，我不在乎便宜，开个发票，开就来费。好的哥。老板辛苦了，我辛苦，辛苦。用火爆全球的乌江榨菜和北京烤鸭加入土耳其美食烤不完肉卷中时，在尝过以后，土耳其老板定会当场翻脸。没想到这么好吃，我白火了。今天小区偶遇正在我家车库门上练汉字的物业大爷，言语中对自己的汉语水平充满了傲娇。也就是您的水平低。大爷说我最近瘦了，想请我出去吃个饭。我说不用，自己会烧。叫我朋友，也我朋友。您不用劝了，今天说啥都不出门。收下吧。水下没几个吉祥物，我好喜欢陪您出去玩啊！我靠，聪明。于是我陪大爷来到了烤肉店，刚见面，物业大爷递上了一个抱有全球热销151包、畅销52国的乌江榨菜大红包。不知情的老板打开后万分感激。老哥是榨菜呀，我觉得应该是大葱。那是你对的，我要我这的。苗子呀，苗里大呀，乌江。哦哦，乌江榨菜。吃起来咸脆爽口啊，就是现在更酷了，榨菜涪陵产的、什么涪陵？涪陵榨菜。涪陵是世界榨菜之乡，乌江榨菜里面有15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营养丰富，开胃还健康。你这么优秀，大妹必备。今天北极肉还是羊肉？北京烤鸭加不加榨菜？没下水呀、煎肉如今见底了。老哥没话呢，发票怎么开？交代配老板辛苦了。不辛苦，辛苦。让想投资开中餐馆的老外尝过地道的中式家常菜后，对于家常菜的味道他会显得极不满意。哪里不满意？不满意天天还是到隔壁的物业大爷今天竟然带着他的老板来我家蹭饭。又碰月圆饭来不亦乐乎，见点就在。没问题，请进。请好客导人他就给我面子。给力。你有没有一样高了一早？有的，稍等。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魏大爷说今天想吃中餐，要我帮忙。作为他最好的朋友，我当然义不容辞。一直走，走一万米有个中餐厅，直接坐下点餐就行。你滚，我们要吃你做的菜。我做的你吹，我们都喜欢。 OK Good boy。 你也太吹了吧。那我正式点。那太好了。魏大爷说其实他带老板来想考察我的中餐水平，并投资我开个中餐厅。我回答说我看您就是组团来蹭饭的。放屁，黄安会给你乱走，天气乱，卓飞轮零一轮最终体面相觑。对不起，我是南京人，只喜欢台线不喜欢台杠。大爷敲当你的福建，这哪好意思。Oh nice。 老板亲 Nice。 这不一样吗？这这山菜鱼肉好吃。对的，三不加不懂，要不你再敲一个字。当两位爱学中文却好久没见的老外再次相遇时，那场面定会让人感动不已。
今天魏大爷来找我说，自从他的妹妹搬来以后，天天逼着他教中文，烦人。他想让他妹妹搬家，让我拿个对策。这不简单吗？他不搬你搬。你滚！三个用一宿，还能吗？放心，我来搞定。他说他想赶紧走。你怎么看？他不对。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老板提议找邻居大爷帮忙，想办法。我和他说，您瞒着邻居大爷出去吃烤肉，他见到你绝对不会饶你。你吹什么？怎么呢？你不说，我不说，他是为谁动的？有人拉些船啊！无所谓，反正您从没算准过。你给我滚！看着去找周公帮忙，而在我家熟睡的物业大爷，哎，真是睡觉也不盖盖好。我决定去找他妹妹算账。他说他还是想赶紧走。大人呢？在我家睡着了，拿个装备吧，打久了手会痛。臭小子，出卖我！您的钱掉了。打你。